Hello，哎，我真的没摸海狮吗？搜寻蓝色，哦，真的没有，好酷啊，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有看到标题吗？啊，不是说什么我真的太笨了。那下一句是，除了爱你，我什么都不会。啊，我应该标题打说，想知道原因，请进来问。详细原因，看台问。哎呀，哈哈哈哈！那不用吧，我直接答案好了。因为除了爱你，我什么都不会。以后是不是都要这样子打？然后置顶，爱你，我也爱你。好，那我们今天来完成海豹家族课题。现在没有抓欸，怎么可以？教主早上已经杀出了一盒 BOSS 花眼怪，没有出色位，我就是笨才一直刷，没有。你不止笨，你还傻，好吗？至少你很有心，对不对？你要这样讲，以后你面试，老板说你多有耐心，你跟老板说。我阿尔宙斯刷出了一盒花眼怪，他说：“你多猛！我刷了一盒花眼怪，但没色尾。好，录取，好要啊，好要啊，合格。感觉老板会采用啊。”哎呦，敬酒不吃吃罚酒哦！一批交出来，海主吃饱了吗？哎、欸，说到吃饱，昨天不是吃晚餐的时候吃烤肉，结果我只吃了几块肉，跟鹤梨碗汤，然后个蛤蜊都吃光了，没吃到。我难过。早安，早安。人家状况有点僵啦，因为。老早还在那边带跟小朋友玩粘土，我才知道空气粘土多粘啊！我的天哪、啊，真的很轻，可是好粘哦、喔，然后史莱姆，衣服很可爱，啊没有，里面的衣服不是我搭的啊。是啊，怎么有海豹球？有了有了，啊，屠杀海豹计划。麻将有更新活动，什么活动？你所谓的更新活动是之前吗？四五天前的事情吗？那这样我知道哦，还是今天更新？可是我今天看 Steam 没有跳说更新资讯啊，要25只哇，没有买卖，没有伤害，
你在吃中餐，慢慢吃啊。豆豆啊吃，啊吃好肥肥，吃好饱饱。他们好像更新有几次会给你选，他们更新好像有几次可以让你选。你说抽抽乐那个吗？明年考虑加入阿帕吗？其实蔡渣有私讯我啊，哎，对，开始比了吗？蔡渣有私讯我，可是我跟他讲说，其实他就是没有人选才来找我啦，就是太燥的状况，就我碰实体麻将。就我讲了嘛，我玩实体麻将或是玩一些实体桌游，我其实都很紧张，紧张到就是会呼吸困难啊，然后手会很抖啊，这种状况。没有啊，我是真的还是没办法啦，因为我本来以为我今年可以，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克服。去看过摇摆猴子的影片也知道吧，我其实手会很抖啊。快开始了，那我干嘛开台哦？可恶，对啊，就我的手真的是很抖，我真的很紧张到真的是没办法好好坐在电脑桌前，不是电脑桌前啊，麻将桌前。有一次他们有找我玩过一次，有玩过一次实体的，因为那时候工作室没有人了，剩下我、鱼干、菜渣，还有谁啊？一千把。当转播不行啊，我转播实力更烂欸。看看昨天我连合什么牌我都有说啊，我四五六跟红中什么鬼东西的，我说如果没有提示的话，我更不知道我会合牌。而且不止桌游啦，你看我玩狼人杀或是俄蛮俄斯，其实就是有那种竞技输赢那种，有名次，也不是说输赢啊，有名次好了，我就一样会很紧张。把抓起来好了，对吧、啊？其实很对不起菜渣。我他妈吓到，我想说怎么又有萤幕坏掉的声音，白目，然后萤幕又坏了，太一两安，想到麦块运动会，对吧？你看我，现明明真的好端端的，然后那时候在那个普通开台的时候玩都还 OK， 平时都穿得过去什么的。结果运动会当天我三次都没穿过去，最后一次还累格，这很恐怖欸。哎，然后其实身边的都是讲是讲说不用紧张啊，平常心啊，然后就讲那些。我说我也知道啊，可是紧张就是会紧张啊，我没办法啊。运动关系哦，运动
哎呦，不用刚猛、欸，很好。对，流魄力。会紧张是正常情况，对吧、啊？他们说拖完就不会啊，习惯就好啊。拖完就会，你看我狼人杀，我阿妈二死玩了几次，还不是每次都很紧张。对，多跑几趟医院就没事了，这样子。哇！等一下哦，毒针，毒针，嘟嘟嘟嘟，中午好，安安。丢，丢，隔壁开始了。好，那我们到这边了，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喽。如何？我早，你早啊。不要啦，我不要，你在跟我撒娇吗？不要啦，你看一下标题好吗？隔壁没有、啊、就菜渣那边，他今天是日麻杯，日麻阿帕杯啊，反正他们那个开啊靠腰马上震啊，我要抓小时过来，不然都没有那个，不然都冤敌复活，么么哒！感谢朔夜的，感这应该不是超级啊啊！有吃，吃过了才开台，感谢感谢，那、啊、你们要吃哦！哎呦，哎呦，哇，特一步！最近有看到他们不知道玩什么《艾尔法之环》还是什么鬼东西，欸不行欸，一定要用要干完的，我真的没办法欸。上班来听台，好，那你请用听的，你不要用眼睛看啊，专心上班。艾尔登法环啊，对对对对对，听说那个很难，可是阿旺说很简单哎、欸，嘿阿旺，阿、啊、怎么没开台？你知道我原本想说今天又可以看到你在玩，结果没有开，好吧，我知道我开了。你等等出门吃饭哦，好吧，因为刚刚也去看过。
那个团团的台啊，也是出门。我说哇，没地方看了，那不如我开个台好了。这几天好像在玩，对啊，嗨西罗亚，你知道那天是想说他不是有开放吗？我想说他的观众，然后每次开放十人，我想说会不会没有人玩，然后就想说好啦，进去玩一下好了。然后因为进去的第一瞬间，我的名字叫繁星，我想说繁星不要好了，然后就看一下头像，我头像是草泥马，我就取了草泥马进去，然后就开始玩，玩到后面，好吧，一进去他就说他所有观众都记得，但是他就是问说，请问草泥马是谁啊？然后就没有讲，然后我是到很后面很后面，就是成果发表的时候。然后就是，他就一直在问说：“请问草泥马是谁？我图可以存起来。”他说：“我说，好啦，打字了啦，你存吧，你存啦、啊，这样子。”不过我工作可以看来就是了，学校工读生假日很闲。哎呦，好哦，那这样可以，结束了。那天不小心看到繁星，真的太激动了。不是啊，你要想欸，我也蛮常在，我其实都有在看你的台，然后而且你来我的台，我也是常跟你打招呼啊。激动个屁呀、啊！激动什么？完蛋！你昨天在开老公台也是啊，我昨天也在看啊，想说在选人的有点久，就挂着在那边做自己的事情。对啊，我那时候第一次碰过的黑魂游戏就是《人王二》啊，而那时候是兰兰找我玩，结果推我入坑之后也不跟我连线，也不陪我玩，啊气死！不过《人王二》真的很好玩，要不是当时电脑不好，因为当时电脑不好，所以。没有什么在开。好幸福。老来你好多人可以好幸福吧。完蛋。人王的动作人物应该比这个快很多，人王的人物动作应该有，我觉得快很多，快超多的。而且人王二的那个打击感是整个不太一样，因为它也偏鬼怪那种科幻的感觉，那就不像一般的黑暗灵魂那种，就是打戳，还有那个谁。之狼玩起来差很多，因为人王二也可以放召唤物啊。幸福来得太突然，你给我去趴墙上，自己把钱信用卡丢地上。然后昨天看，不，什么时候？
礼拜五的时候有看你们玩的那一款游戏，就是突然打到骨折的那一款游戏。三个系统其实都有点微妙不同，对啊。所以那个我现在也还只是加清单，还没有想要买。啊！干你！对不起。感谢番茄，好，我爱你。你下次敢不敢抖520？我就直接讲我爱你，好不好？好了，感谢三啊！感谢你从你的口袋里面掏出皮包，钱包啊，拿出了300块给我，谢谢阿里阿多。这顶那句是要干嘛？你看标题啊。我信用卡剩300，哇，这是最后的额度吗？谢谢你，我爱你，好吗？你们看我标题，我说我真的很笨，然后因为我除了爱你什么都不会。什么？你看不出来吗？还是你们还是喜欢玩听不见的那一招？是不是听不见对你们比较有效？啊，要动到开一声，然后那种出很大的事情才会上钩吗？开台撩了，我还有看到很多哎。我想说，现在每次开台就打一句撩语好了。可能就今天那个谁啊，今天可能你去像。很熟认识的人的台嘛，啊，像比如那个谁，番茄跑去神秘的台，然后他可能就讲了一些，让你很生气、很吃醋，可能他跟其他女生好或什么好，你就可以跟他说，请管好你的嘴，然后他可能会说怎么了，你就可以回他，因为我无时无刻都想要亲上去，就这样。而且我真的没什么印象，我有给米娅看过我的照片呢。因为其实我就是不会想要给人家看照片的啊，奇怪了，奇怪了。而且，他还睡觉耶。而且我怎么可能给他看照片？我不会跟他要照片啊。这应该每天会被抓走吧？哦，不，直接被抓走。为什么？又没有怎样。只是想亲亲而已，怎么了？不能当亲亲怪吗？哦，知道这个。然后我昨天去看阿长的那个脸书，然后他有画那个关于我的事情，然后他就画一张图，是说叫就我的那个意识图，然后用讲话的说，完蛋了，我明天要去看耳科了。又开始听不到了，然后阿长是真的很紧张，他说听不到那不是很严重吗？怎么办的感觉。然后我下一句就我那个 Polo 说，我都开始听不到你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画的那个脸是超无言超无言超无言的那种。他说干，老娘都在为你担心了，你他妈突然跟我撩来撩去。老娘在那边对为你瞎操心，你在那边给我乱撩，我首先看到，我觉得他会一直笑，啊，打倒哦，开打开打，开趴开趴，我为你祈祷，好，来，我们继续今天卡主题，今天要吹什么？
你要等你措手不及。对啊，就算你说不要，我还是会掉下去的。笨蛋，大笨蛋，我就是这么笨，才会撩你撩那么久。那些年被繁星撩的观众，怎样？转过去，转过去，屁股对我，屁股对我，番茄对对对，屁股对我，转过去，番茄。阿德安安，哦，麻烦，还是不能举球，举球会看着我。哇，靠腰。还差三只 ，yes。哦，我现在家里早晚温差有10度以上，所以我其实昨天穿短袖短裤，然后到了晚上我快冷死，可是又不想要换长袖的，因为早上起来会被热死。那些年我们拿刀追过的观众，什么意思？拿刀追什么？那些年的国师无双。biu， 来继续 biu， 继续 biu biu biu。欸、不是哎、欸，还、欸、跑屁哎、欸！完了，要让他们没有知觉的走吗？我不想要这样做哎、欸，我喜欢慢慢挣扎的，不挣扎，慢慢看他们挣扎痛苦的。不知道为什么要拿刀啊？何必动刀动枪呢？给钱不能了事吗？为什么要动刀动枪？拿着刀问观众你爱不爱我，也没必要吧？我不会问他爱不爱我啊，我只会拿着刀说：“女人，你只准爱我，敢背叛我，我就不给你看。”没有，不可能对女生动粗，好不好？懂吗？就说了，女生是拿来疼的，有狗是拿来趴在墙壁上，然后拿钱包出来的。教主安安一进来就被撩了，是不是？你要吐了，吐什么？对啊，男观众当然是劫财啊。啊，女人呢？劫他的手，劫他的无名指。我说，今天我可以不要你的钱，不要你的人，但请交出你右手的无名指。嘿嘿。那也不行哎、欸，表演的人，我接你不爱我没关系，但请让我让你的右手无名指交给我，脊梁脊影啊，哎、欸、对耶、欸，可是他很容易分手哎、欸。大鸭香，他、啊、靠腰啊，为什么他不会先跳出来啊？你说像这样子吗？感谢黄玉成的，我也爱你，谢谢谢谢。等一下，你是新观众吧？怎么我一来就给这么大，这样我很不好意思哎、欸。谢谢。对，想要听我的我爱你，就只能这样子了。感谢你的我爱你，我也爱你哦。西雅怎么不懂？
无名指繁星喜欢收集啊，小朋友，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来来来来来，我帮你科普一下。人家结婚后戒指要戴在哪个手指头上面？懂吗？你真的不懂？哎呦，看来你是真的不懂哦。来，来，我来教你，教你比游戏还刺激的东西。你比较少留言，你在偷看哦。感谢，有啦，觉得收到超级留言还是很开心。哎，番茄，我没有不爱你，你要知道，这就是出租实况组啊，你给多少，今天就陪你多久。就无名指啊，然后订婚戒，哎呦呀，你在那边偷偷哎、欸，对我真的要讲，到底是谁都在大半夜给我加会员？你知道我大半夜那时候在玩这个的时候，然后突然被那个订阅音效吓到，然后来不及切出去看。没关系，我懂了，你不用再抖了。今天我会对你好的，好不好？你今天我会对你很好，很温柔。板北北别乱来啊！你乱来啊！我只是教他什么是无名指那个啊，无名指的东西啊。原来是结婚的意思，不是结婚的意思。结婚只是形式啊，我要的是一辈子的意思，懂了吗？结婚只是个过程啊，我要的是未来，一辈子，好吗？啊，也可以不一定要结婚啊，对不对？啊，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啊，不一定要结婚啊。等一下，我开个电风扇，好热哦。你好像也是半夜加人，对，就好像是你妈的。我那时候我那时候补课题，就有几个不知道是谁，因为我是 OBS 切下去的，然后我是开着那个 OBS 萤幕截图出来玩那个游戏，萤幕比较大，然后玩一玩就是是谁下一秒被蒙蒙哒，我说干到底又是谁？我不知道，就是有些可能是续订的还是什么的，都在半夜。然后我那时候在很安静的在听歌，在那个玩这个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玩到一半的时候，我叫说，画面是朝上抖的。听起来很浪漫，那你要小心，不要找嘴巴这么油的，相信我，找直男会比较好。你要，哎呦呀。你好像也是半夜，干就你们，你知道，有几次也是我秒关台的瞬间，就有几个是直接会员给我定下去，但我都来不及感谢。那时候打在聊天室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送出了。他说直播串流已结束了，为什么要这样？一万安安打倒次数，好了，这好了，技能。那个技能，然后啊，顺便打一下蝎子。我好像是因为最初是半夜加续订的时候就是半夜了。喂，我不知道欸，有些就好像半夜一到就自动续的。哎呦喂，哎呦喂，自动续订我的空的空是不是没办法？今天好多抖内，对我很开心，我很开心是。开了多久的台，终于开始收到钱了，没有啦。你知道续订要在什么时间点呢？拜托不要，请在开台的时候，或是没有联动的时候，啊，联动的时候没办法一个一个感谢，请在隔礼拜一二的时候续下去，请让我好好感谢你们。但有时候玩末日是轻松的时候都要切画面出去打感谢这样子。哎呦嗨！哦，干我要讲什么？哦，对，那个择偶啊，不要找嘴巴这么油的，这么会撩的，
虽然一开始听的会很开心很怎样的，但是请去找不会撩人的那一种直男。因为你嘴巴那么油，对，可以把你撩得很开心，但你要想一下，他也可能撩过其他人，或是，除非他只撩你啦，啊，可能他撩的东西你都已经听过那一种，哈哈，不是，你要想哦，那种直男为了你去学那种撩人的语录，不是很感动吗？油多了会腻，对啊，要解油腻呢，油这种东西少吃啊，痘痘会很多。中央空调吗？也不是吧，是油锅，是加油站。刚被订阅声音跳槽以为出闪了，没有啦，出闪是那个抖内音效，我的抖内音效是特地去用那个闪光的声音，就跟繁星一样，有人进来就一直撩，也没有啊。不是有人就进来就撩，是有女人进来我才会撩，好吗？你看阿香要不要撩一下？没有，今天把撩的已经打在标题跟那个置顶栏了。啊，这是今天撩的部分，明天再换另外一个，明天高校的时候再来换一个。我就直接单纯的复制贴上，然后把一些你们都看过的地方。对啊，你看像西罗雅江又觉得说，我现在是有人就撩，有人就撩。我说，你看，这是不是已经开始灌输了一些，这是我的印象了，就是啊，我就是都撩妹子还是什么的啊。我还没被你撩过，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设定是到底是多少。如果你设定是什么11、12岁的，哇，我撩下去我会被抓。懂吗？是哦，我想说你应该也是那种乖乖的不爱听那种东西的，你懂吗？光是刚刚讲那个无名指的东西你都听不懂了，这样撩下去会气氛很尴尬哦。这段时间都没有看到阿香，欸，有啊，他有出现啊，他刚才打个笑脸，欸，阿香，你光忘记做任务，要不要赶快做？你要不要赶快做？欸，说到光遇任务啊，他现在大辣双倍，我忘记，我想说什么剪那个祭辣剪一剪，怎么又多一根？然后去查了一下，才发现他现在双倍。阿香一直都在，他在刷场，对啊，他就是跟我一样，就是课题闪，他在护玩啊。那可能就是有遇到一些我课题完成的，然后会跑来问我。还或是有一些他觉得我可以顺便解的，就教我，就像上次那个铁头有没有？铁头的年美容，对，大辣双倍哦，对。还有昨天在剪木土的祭辣的时候，剪一剪剪到怎么？哎，啊，怎么多一根？啊，说到这个，干利恩，你上次剪祭辣的时候没有帮我剪完，我还忘记看。就现在祭拉一直卡在一半，你懂吗？剪满的之后还是卡一半。史利恩，主播有要打日麻吗？你要等我吧，等我这个课题打完啊。祭拉八根，不是，祭拉八个，收集完是两根，但是利恩上次只帮我剪到了两根，所以我的充能一直是卡在一半。有人进化阿罗拉六尾吗？哎，欸，麻薯，快点，需要你了。灵狐，你们两个选一个。对，因为那天就是有人，也不是怪他啦，毕竟没人知道啊，就是阿罗拉的那个课题，对吧？九尾的课题，他们确认形态，到底说以为都是公母差异，结果没有。就很抽到角色，恭喜！哎，欸，陈烨 ，Hello，Hello， 然后也感谢你们有好好陪着兰兰，不然有时候因为前阵子
他是喜欢蛮常来找我，就是分享他。应该说，很早之前都是我去关心他上班的状况，就是可能上班遇到什么，或是遇到什么鸟事情啊，那都是其实都是找我当那个啊垃圾桶。但是最近在玩阿尔宙斯这些时候，就是没有时间再跟他聊。然后后来有看到他，就是想说奇怪，怎么最近他好安静？然后看到他在哈基的那边嘛，跟你们聊得很开心。哎呀，感谢你们啊，就是有好好的陪他互动这样。这边要偷偷抱怨一下，他兰兰应该不在吧？好，我要说，看到了，看到什么？嗨，小雪，所以标题怎么了？嗨。是他跟峰峰吧，没有就一样啊，你们只要有陪他，他就至少不会乱想。你知道他曾经已经离开 FB 很多次了，应该不是离开啊，就是他就是把 FB 就是关闭很多次，然后然后就是每次都找不到人，然后传赖讯息也都没有回。我是等到 FB 一打开，然后 LINE， 然后一次打开这样子，才一次回讯息。完蛋，我听到声音，我没有，对吧？懒懒他有时太强迫自己，希望他就是则他应该不叫懒懒，他应该叫懒吧，就是把事情懒在身上那个懒。他应该要叫这个懒才对，因为他就很喜欢把很多东西往自己身上拉，然后拉完之后觉得压力很大。对，就是懂吗？这就是他，既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责任感很重，啊，缺点就是他很容易会暴毙。对，就是这个懒。唉，我那时候跟他讲说，你没必要这样子，你没有什么，你没有这个责任呐、啊，啊，这个明明就是其他同事要做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帮其他同事做？可是他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欸，那是因为我讲出来了，好不好？我今天没有讲的话，谁会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其实真的要比的话，我比你们还懂他。然后你要想一下哦，毕竟从2020年的时候，2020年底的时候，然后我就带着懒懒在玩游戏，然后才会有之前的那个创始净土啊，那个纵火少女那件事情。欸，其实我们私下那时候有先玩泰拉瑞亚，然后那时候本来是想开台玩，可是他那时候很害羞。然后是有一次我在玩创始净土的时候，是刚好跟他玩，玩一玩他好像刚好下班，然后我就问他说要不要通话，他那时候才决定要跟我通话，然后通话才会造成那一次的纵火。他才有那次的纵火少女的出现。欸，我要干嘛？哦，存档。一，火属性打倒招式，我的天哪！火属又是你。好经典，对吧？跑一跑，一个焦尸躺在地上，就是因为了解懒懒啊，所以我们蛮常吵架的，吵不外乎都是他工作有关的东西，
等一下，没按到，没按好。主要之前吵是因为怎么讲？因为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我很早以前其实有在帮忙推广蓝蓝的那个 YT 嘛，因为他那时候其实也想做实况，然后想说你要做实况，首先你要至少1000订阅。然后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干嘛去了？我想一下，好。就是我们其实有约说，可能这个那个他下班后，啊，就是可能开深夜台直播嘛，这样子。啊，结果他好几次都爽约，因为毕竟他又说同事找嘛。我想说，因为蓝蓝当时的个性就是把同事朋友看得比较重，同事大于朋友啦，毕竟，哎、欸，对啦。应该说现实大于网络这样，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也其实很尊重他，那个、啊、就是尊重他的决定嘛，毕竟人家就是重视友谊，哎、欸、对，也不是啊，重视就是怎么讲啊，不会说，我都以为他是很爱玩专搞事的那一种，哎、欸，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哦。我想，那时候其实我就觉得他很适合在音乐群或者是哈基群，因为你们整天那边可爱萌嘛。然后他之前在跟我玩的时候，也都是在语音上面跟我那边拉塞拉，说什么哦繁星就很萌啊什么之类的啊。我说哦干，你是吃了隔壁的口水哦。我那时候一直这样讲，他说什么隔壁的口水？我说就哈基音乐台那边的东西啊。我说他不知道哎、欸，他说啊教主就很萌啊，然后就没有理他。对啊，然后是直到最近，他就是那时候开始先加音乐的会员嘛，然后加完之后就看到他在里面那边打我预约可爱萌之类的，然后就想说哇。对他果然很适合这个环境，因为你们要想，你们常常在聊天室打什么可爱萌之类的，然后会回你们是谁，就是哈基嘛，你们才萌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在我这边打可爱萌我会回到什么？你看、喔，我那时候本来想画一张图，大概四个漫画，第一张是观众说可爱萌，然后哈基回你们才萌，然后第二张是。那个谁团团回你们才可爱萌，然后第三张是音乐回你们才可爱萌，那第四张就是我就说可你妈啦，嗨对不对，一句可你妈啦，一句可你妈啦结束这一回合。不是啊，啊一直在那边讲，不是说那些讲不腻的啦。哎、欸，不是哎、欸，海报要先解呢。今天刚在聊天，其实四人组都有啦。对啊，就其实杰克他们那边都是啊，你看像。有谁说过小雨可爱萌的吗？有没有？啊，可能真的有啦。但他应该已经在医院了啦。布布也可爱萌啊，他就可爱啊。这有什么办法？啊，布布就可爱啊。这不用说吧，这是事实欸。你知道超级留言也可以 ban 吗？你知道超级留言也可以这样子吗？感谢蓝猫的什么会员 SC 啊！感谢哎，希罗亚，有没有被砍过啊？笑死，对，笑死，
欸，在哪？哦，这里。吉罗亚是学坏咯，怎么了？我打屁股了哦。然后番茄想被打屁股都打不到的哦。所以繁星不可爱是这样吗？就是那个布就是布布的布啊，阿谐音就是我又不可爱啊，懂了吗？所以其实说布布可爱 ，H 是砍一砍的，对，他是，哇看，那刚刚追的，哎，我去撞一下他好了，看看有没有色尾，我没有学坏，说实话而已，没有啊。我可以私你地址，等你来，等你来什么？拿刀去抢劫吗？这么好的哦，还是可以给地址，然后那个卖那个货架上有你喜欢的东西，随便拿啊，随你拿。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不同，哪一种接受程度？你是说打屁股的程度吗？任务做完四分之三的谁？你是说光遇吗？恭喜恭喜！靠腰是光遇吗？嗨，黑糖。欸，不是，西小男孩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黑糖，我知道，就是说什么，你都在玩英雄联盟，早上也英雄联盟，中午也英雄联盟，晚上英雄联盟，你跟英雄联盟结婚好了啦。他说。你为什么不理我？我在玩英雄联盟啊！我记得当时是在玩这个的吧？我说小男孩在我手上，他竟然还问我说我还有很多小男孩可以洗啊，那我也没办法了，就差个拥抱啊！那我上线，我跟你抱抱，来来来来，你就跟我讲啊，你就说什么教主可以上线吗？我要抱抱，我知道他喜欢小男孩啊。来吧，我那天也是找谁？哦，蚊子啊，蚊子跑来飞我找我的时候，然后说嗨，然后他就张开手说擦抱抱，他说对，对不起啦，不是故意爽约的，靠腰，你竟然都还在，好恐怖、喔！哎、欸，我来了，我到了，我到了，第二你在哪？怎么？你不是故意爽约的？我要还原当时的真相了哦！得了得得得了得得得了得了得了得得得得得得。等下怎么两个人同时抱抱？好诶，黑糖我要抱，哇，抱到黑糖了，好爽好爽！好了，我继续开台了。对不起啦，我也要抱抱。你玩光遇啊？王光玉才有抱抱哦，要不要走？要不要走？不走要开抓咯。要不要走？啊，懒懒，懒懒，懒懒拍肚皮，好坏。然后那时候懒懒他朋友就在那边贴拍那个海报拍肚皮的啪啪啪啪啪，然后就在跟我讲说我也可以，我玩一下但不适合我，没事啦，真的这款游戏本来就是吃群众的啊，因为你真的要我介绍这款游戏好玩在哪里，我也不能说它有多好玩，因为他的风格就其实大多数会画画的人都蛮接受的，懒懒除外啦，懒懒会晕，懒懒说那时候宅来玩的时候跑了一下图就晕了，我已经买好了礼包了，买啦，我已经买啦，欸，好看欸，好看就买啊，对，那这款游戏就是一颗石头你可以打扮它，欸，那就是每天去收集里面游戏的货币，然后它是一颗会飞的石头，
没参加阿帕杯，有参加的话，我还会在这里吗？懂吗？对啊，其实你们讲我可爱吗？我只是，其实我还好啦，因为这就不是事实啊。啊，你去反驳就不像云月他们，他本来就真的是可爱啊，然后会说什么哭啊这样，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你们才可爱吗？类似这样子，哎，啊，这就是可爱的表现嘛。这样我就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啊，因为这不是事实啊。不是事实的东西，你硬去解释、硬去讲的话，只会让人觉得说，你这样的行为好可爱哦，对吧？你们也是想要看到，也是想要听到他们怼回去说你们才可爱萌这种东西嘛？那、啊、你们就傲娇啊，喜欢听人家说你们可爱萌啊，对不对？对不对？说中了吧？小孩男孩梗传给你看，我有看过啊，不是那个吗？我有看过啊，就是一个人在传赖的讯息啊。没有啊，他的原梗有很多，最初我记得就是打英雄联盟还是什么，大家都喜欢听嘛。我还好欸，可爱的人都不会说自己可爱。你看布布，他也不会说他可爱啊，他只会在那边动鼻子。在那边卖萌，至少他很乖啊，会定点上厕所，就很棒。有多少人希望自己养的兔子可以定点上厕所？哎、欸，很多哦。我是帅哇，你怎么开始会说谎了？看一下哦，在这里。啊！是谁下一秒被 KO， 原地复活 AO， 笑死！你知道上次有个白痴故意打错字，我还看到他打错字哦。我说：“请问教主是‘师’是什么意思？”老师的“师”，他说：“哇，被发现我打错字了。”你看一万也这么说的，他复制贴上的好不好？滚动啊！吓他，还要吓、欸？打开，吉德招式滚动，帅、哦！有圆筒哎、欸，那好搬多了。认同分享的概念啊。帅怎么传出去就错了，对不对？那就表示不帅啊，对不对？鸡帅的帅，谁家兔子这么乖？教主我家的，我教的好，没有。谁是乖兔子啊？是你那个？谁是可爱的兔子？谁是乖兔子？没错，就是你。谁最可爱？谁最可爱啊？我有一次就这样子对我家的狗说。然后谁是最可爱的小宝贝啊？谁谁谁？然后我家的狗就真的狂摇尾巴。我说对，是布布。然后他突然哇这样叫我了一下。哦，好想他哦，他已经离开两年了。所以抖内露脸台什么时候开始？靠药你是真的要哦。不过他先抖一笔整形基金。那、啊、我去韩国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就不用露脸了啦，好不好？我全程就露脸，全程开加班台。对，这种帅就不用隐藏了，啊，给大家看，胖猴爸爸这样。啊，看薄一点啊，啊，我刷帅啊，刷什么的，好，我接受，有没有？这我就接受了，毕竟整完之后还不帅，那我真的也是要跳下去了。欺骗他的感情，那他其实就是你知道有些狗就是不是黏人，是真的是惹人喜欢的那一种，他的行为他就很笨，然后就是可能你坐在我家现在那只小狗旁边，
他就硬挤到中间去那个讨摸摸，就是他会争宠，而且真的很夸张哦。然后就可能躺下了，就会很乖的躺在你旁边。然后你要出门还是怎么的？你要出门回来的时候，他会一直狂吻你身上，他很像做那个当那个什么点那个金属探测，然后调检查你身上有没有其他狗的味道。然后就闻得很仔细，闻到确定没有之后才让你进去。如果他闻到一半的时候你跑掉，他会叫。那是不是要在左下角放个整形预算进度条？怎样？你要像音乐台那样子吗？一个进度条五分钟就满了。不是，我觉得我放个经验修补就好了啊。我说今天这个稿子需要修理，然后这是那个修理的那个进度条。很久没看布布了，因为现在点点不是，怎么讲？点点不是住家里的，他是因为学校的关系，他现在就是那边空间也比较小啊，他也没有什么空拍录影。好，我再找时间跟他问问看。啊？你有背着我找小三？没有啊，我那时候我是我家狗啦。我那时候也没空出去玩啊，那时候就是去超商啊买纯叉茶，然后回家，然后他就以为我买什么东西回家给他之类的。干，原来满了哦、喔，白痴哦、喔。来看一下这边，然后色为九位。啊，还是没有色为 boss 哎、欸。那等课题全部解完之后，我就大刷特刷，开始看到啊，有加倍冲过去玩啊，有加倍冲过去玩。我想赶快体验那种生活。哎、欸，可是我看那个写攻略的，他是260小时就全部解完，那表示说他从踏进去的第一天开始就都在解课题。哇，你看我解这么辛苦。也这么辛苦，现在多久？277小时哎、欸，我好久没存纯叉茶了哎、欸。小鱼不哭，我帮你的份都喝一喝，然后我寄那个上面的贴纸给你。那个现在在跟风之谷合作，不是买多多绿吗？不是，你要想哦，一瓶多多绿的钱可以买 2.5 杯纯叉茶。懂吗？啊！那么贵哦、喔，多多绿平均价钱是65块钱到70块啊，然后那个纯叉茶是25块钱啊，所以你50块可以买两杯那两瓶那个超商的饮料，你真的是坏人，你是不是很喜欢？不是，我跟你讲，小鱼，我喝了之后。我的嘴巴就有那个味道啊，你要吸那个味道怎么办？对不对？懂了吧？嘴巴靠过来，女人，让你尝尝纯叉茶柠檬红茶的味道。明天是哪边呢？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我这次末日生存想一直把我那栋树扩来扩去，看能怎么扩。
就是想要像那种城堡那种盖法，就延伸出去啊，那种东延延西延延。哎、欸，兰兰今天休息哦、喔，还是又给我在上班偷听？你就好好上班，不然每次突然 Q 到你 Q 一 Q 不见，我会觉得很难，我会很难过，好不好？我突然提到兰兰不理我。我靠过去，你还不躲掉，在那边嘴。哦，嘴巴就是用来干嘛的？听的好吗？哎、欸，小玉，稍早有讲过这句话，就是那个，请管好你的嘴，不然的话我要亲上去了、哦。你有靠过我吗？没有吧？你那时候整天腻在一群小妹子的身边呢、欸。你有没有靠过我旁边过？盖个书？没有，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书有盖个圆形的平台嘛，就是已经两层了。其实它可以盖很多层，然后再可能再放几个原木方块啊，又延伸出去，很像类似神木。哎、欸，我不知道这种东西丢在揪口上面它会怎样。他会骂我白痴，老板是白痴哦、喔，类似这样子，是很像。那棵树要不要扩个树枝，弄个鸟笼屋啊？我就是那一天，就是那只鹦鹉本来是要弄到鸟笼上面啊，然后我就也要找那个叫啥，那个珊瑚块。妹子当然比我香，对呀、啊。你确定不是你把我推走叫妹子坐你隔壁吗？对不对？有道理吧？可信度比较高吧？小月安安，对，今天休息。哇靠！哦，你哦，做两天休一天哦，没事。你就明明在那边画 Q 图也画得很棒，在那边说自己画不好，你在瞎乱。你一个臭脸，谁敢靠过来？老居啊 ，Tina， 谁？秀啊。哎、欸，我看到秀秀也在那个家庭名单里面了、欸，哎，啊，他怎么也锁密码？可恶，他在看一些18禁的迪士尼影片。我每天都在练习，那很好啊，至少你有动力、有方向、有目标了。我比较靠腰的是，你昨天在那边跟我讲去睡了，然后看到你的动态，哦，画了一个什么困困的图。然后本来想说好好休息的时候，突然滑一滑，滑到发现说我醒了，然后马上回你，干给我去睡哦。安，为什么太笨？你看置顶啊，你看置顶。他跟我一起看海盗哦，你们是同时间分头进行同时看这样子吗？你醒到现在。那你现在一定很累了吧？赶快去睡，好吗？担心的人会担心，那也会去赶你去睡觉。我有看到那篇，赶快赶他去睡觉啦！妈，醒到现在、欸，哎、欸，他醒了超过12个小时了、欸。PC 看，对啊，就是他没办法分享画面啊。我那时候也想跟兰兰，就那时候要看什么我忘记了，然后本来想说。欸，因为兰兰那时候问我在看什么，说迪士尼，然后他问我说那个好用吗？我说欸，很棒欸，有很多影片欸，你想一下哦、喔，你一个月花270块左右，但是你可以看很多场电影，也是等于是一个电影院的票的钱，那可以看超多电影的欸，然后还有以前的一些老怀旧卡通。可以，他可以分享画面吗？为什么的不行？我只要按截图或分享画面，它是全黑的、欸，只有字幕、欸，哎。
所以那时候才会想说，你们是不是就是共同试听，就是你们时间拉同一个时间点，然后一起叫，一起该，一起什么的。就秀用黑魔法让我们可以一起看，怎么办到的？教我，要问秀秀。好，哎、欸，那个 Tina 把他拍得很像主管呢、欸。我用 DC 看的哦，好棒哎、欸，教我。虽然这个有点在盗版的嫌疑，可是好棒哦，教我。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看阿拉丁，然后分享给人看了。我到现在还在看阿拉丁欸，我觉得阿拉丁好好听哦，一直都很喜欢以前的那个迪士尼电影的音乐。The whole new world。我们看到都笑了，笑什么？笑谁？哦，你说秀秀对不对？你可以跟子女看，没有，我主要是怕说，因为我家也只有喇叭，没有喇叭就耳机。所以你还要母的奇鲁力，你还要母啊？什么意思？我啊，我有母的啊。哦，我有母的，我有两只母的。哎、欸，哎、欸、什么？我有两只母的奇鲁，哎、欸、拉鲁拉斯吧。刚泡芙直接先回我，好油、哦！我说拜托，还有更油的泡芙，你要听吗？安安两位，那谁，谢兴隆啊，蔡尚佑啊，你好，你好。Be called 什么 Lemon 啊？不是 ，Beon 什么？不了，我刚吃饱。干嘛？这样你才有动力出门运动啊！那减肥是没有理由的，好吗？我说要减肥，我等一下下播后来看看可不可以练个身体好了。那其实练腹肌有动作蛮轻松的啦。累只是累在你有没有办法每天持续在做所有的运动的，所有的健身都是啊，你用完健身环还是什么都一样，很多东西都只是你没有持续下去。
还是我下我明天标题打，我撩得住你，但留不住你，还是什么，还是什么之类的。最新消息：健身工厂，哇，干，今天才讲哎。运动期间不强制戴口罩，非运动时期请开放戴上口罩。不行，我觉得我还是放弃健身工厂好了。那就是去放弃去健身啊，直接在家里，因为那时候买一些设备，可是没有用机械式的，感觉就觉得怪，怎么讲？昨天我要每天运动保持身材，今天好懒哦，好麻烦哦，也不是欸，啊，至少我不是这样子啦，我不是这样敌人，欸。我那时候是真的很健身健得很轻，那时候开始不健身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事啊，除了疫情爆发，然后好像家作息已经不正常了，就是我可以醒到健身工厂开，所以我其实那时候有去就直接去健身，健身完后回家睡到开台，这样子。可是这样子我觉得不是很好欸，因为你运动完直接去睡觉，虽然肌肉好像有充分休息到，可是我感觉那阵子这样做了好像快两个礼拜吧，我感觉效果没有很好。我连健身的想法都没有哇！你太持之以恒了吧？看一下哦，下一个看见水流破裂，哇，水管破裂。The whole new world。Five and three, and the you。挂台上班，好，感谢无名。水流破裂，哦，命中一百水哦。哎，啊，这个怎么就没圆筒？莫非圆童要自己去学？太扯了吧！查看能力，欸，真的欸，我当初健身也有持续两个月，成果嘞？不是啊，你健身归健身，但是你姿势出力的点要对才有办法长肌肉。我那时候刚进去健了三个月，我只是感觉我只是去流汗的，然后肌肉有酸痛没错，可是就是长不出肌肉。然后是直到有一天，我很突然的，好像找到位置了，然后我就健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就觉得明显肌肉有长出来了。不然真的，你举再重或再努力，没有肉就是没有肉。你是真的是纯为出力而出力，不是为了长肌肉而出力。所以那时候也都跟团团对哈记因为他们说啊，就说你健身还是什么的，出力的点很重要，所以才会有人觉得说找教练啊什么的。因为教练可以跟你讲说正确的姿势或是什么，带你一对一的慢慢做。然后我那时候开始找对姿势的时候，然后我那个帮我装电脑那个朋友刚好也有在健身，然后他那时候就在，因为淡水有两家健身房，然后我说我在这一间做，然后后来他那时候比较两家之后也觉得说我现在做这一间感觉品质比较好。
那他还陪我做，然后有些姿势跟拉扯的方法，他也在那边教我。我说哇，还好有他在，不然我那时候你们看到那些照片都不会没有办法拍成。有时候我不是拍了一些健身的照片在 FB 上，然后下面有个人在回应，也是拍照片，那就是他。他本来有一个很圆很大的肚子，现在都没有了。我觉得他好，他是改变超多，他反正很胖的，现在变好壮。什么照片？没有露点啊。现在没腹肌了啊，腹肌只有样子了，就是只剩下类似那种遗骸，懂吗？风化之后的那种遗肌、骨肌。我去翻翻，那你有得翻了哦，因为。应该还好吧，我蛮少在 po 一些图片、照片。其实应该 YT 就有了吧，社群照片里面啊。哎、欸，地亚海狮是几等？帮我，谢谢。我想说，如果还是不用啊。我想说用圆筒来练钢猛，然后来想想后面有个机动，不，有暴风雪，应该也是搭棒。挂台先处理事情，教主拜拜，好，拜拜。哎、欸，对啊，如果真的要的话，我真的最近要开始练了。因为前阵子太冷，太冷有点，你就是运动完之后那个汗会太冰。YT 好像没找到，我没有回收掉啊，还是他被检举了一些裸露。史莱姆安安，难道被检举了吗？啊，照片被下架了，这样。我刚刚听到没有露脸，还是没有露脸，没都没有啊，没有脸也没有点啊，找到了，这其实就在社群里面就看得到了啊，蝶欢，不是欢啊，蝶啊闹。那算了，你是想怎样？你是想怎样？安安第一次来，那请遵守台规哦。肚脐点，白痴哦。说实话，教主的脸加上那个身材，超难想啊，是怎样？对不对？长得那么丑，怎么可能有这么纤细的身材？然后你要知道，不是有有三个超不搭的，就是声音、长相跟身材加脾气啊，我就是四不像。你想看脸，去看别人的影片就可以看到啦、啊。而每次。我一定要提醒自己，每次只要有露脸的画面，我一定要赶快去洗头，因为我只要12小时内没有洗头，我就很油了，很油哦，是很油，超油的。所以那时候 CWT 吧。那时候其实有一场，我是出门前有刻意去洗头，然后就是那时候很赶，就是头发有点来不及吹，然后是有点半干半湿的，然
然后还好，就是中午在跟你们签名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头发至少终于有到满意的样子了。不然每次场次里面太热，然后流汗又出油，然后每次头发都很像两天没洗头一样。马田的年轮蛋糕，不是那个是，那有戴口罩吧？我记得那个是哦，对，那件衣服也是我那时候去跟老居鸠口他们去挑衣服买的。那时候我本来就只是想挑个牛仔外套，他们也叫我换一件裤子，因为我裤子太宽松了。然后后来他就说：“你就没有那种比较瘦、比较细的裤子吗？”我说有，但是穿起来会不舒服。然后说为什么会不舒服？我说会卡卡的，我就很难解释嘛。然后突然就是忘记谁，好像舌头吧。然后就说这样是会卡蛋吗？我说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这样讲。哦，那可能还是就不要穿了，因为我说那时候那种比较窄的裤子，我真的穿起来，我只要一蹲下，那个形状就很明显了。那时候我们好像还不认识，好像是欸，因为我好像也是从 FB 回来之后才认识你们，就是黑糖啊、十三他们是从 FB 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才认识。你想要签名，可恶，就很可惜你那时候太乖了，因为那时候黑糖其实有机会可以跟我们见面，是在那个团团的咖啡厅外面，但是他就是有遵守粉丝该做的原则，那他是个好黑糖，就算在手，他还是做一个乖粉丝在做的事情。哎，不是你那时候不是要寄那个亚克力给我？我已经等了两年了，哎，等了一年了，哎，我想说你应该是在忙什么学校的东西，应该是忘记了。啊，看到你最近又爱抽东西，然后想說啊，对耶，想起来你是不是还要寄东西给我？欸，所以你那时候 CWT 我们有见过面吗？我明信片还没画，想说弄套还哦，好，没事没事没事，你慢慢来，我很期待。我们黑糖出饼啊，啊，必是精品。问你什么？没有啦，在问黑糖啊，怎么会问你呢？好了，我们最麻烦的魔海狮来了。把蒂亚海斯来了，好像没见过面，那就好。不然的话，我也要跟你要签名。我就掏心掏肺让你签在上面。好的，我专心盯两台。你好好看隔壁，这边都在连消维讲干话哈。好好的看隔壁的麻将。结束后应该就直接去看台了吧，就晚上就不开了，睡觉。啊，都有伤害，暴风冷冻光速 DP 确定一个招式，暴风冷冻光速，暴风有没有圆筒？没有。有没有圆筒？没有。喜欢干话台，那干话台就是听听就好啦，不用专心看，用听的啊。哎呀，暴风雪就好了呢，刚猛暴风雪，刚猛暴风雪。
等一下，暴风雪还不能刚猛，那小啦。哦不，还不能暴风雪，我的天！我回家，我回。等一下先存档。喜欢聊天台，这个很多时候都是需要靠你们讲一些话题，啊有共鸣才有办法聊下去。不然我每次都聊我的，啊有些不是有些大部分听不懂，又不知道怎么聊下去。像昨天聊家庭教师，对不对？就像昨天聊家庭教师嘛，那一大堆有共鸣，就聊得很开心。那聊光遇的话，就是少众群了啦，群众太少了。难道我刚刚丢 SC 被发现了吗？啊？丢谁？你丢在哪里？隔壁吗？而且那天没想到是实况组聚餐，什么都没带。哦，哦，可惜了。我那天结束也是去啊，台中的那个谜样的领域，不台中啊，三重领域。丢你，好丢！感谢小月超级留言。哦，不行，画面开始飘飘然了。哎、欸，不是哎、欸，啊靠靠靠靠靠！我觉得这音效要改吗？有人觉得太大声吗？因为要这么大声我才会，哎靠腰啊这样之类的。如果太小声，我就是。可能就是以为是真的出色位，他攻击，他会打我，我就打他。不会啊，我觉得刚刚好，是刚好可以吓到我的刚好。尖头，你要走尖头，拍大星，拍大蛋。你说谁尖头？尖头拉瑞。有时候觉得。好像国栋的声音我也可以学，懂吗？就有时候好像可以抓到国栋的那个调调。啊，尖头拉瑞，就不能怎么讲，有时候感觉可以抓到，就是国栋的那个 feel。但有时候又觉得仔细听完又好像差那么一丢丢，就没办法学的跟王北北很像。有时候那种声音故意就讲得很怎样，用很难听的声音讲完之后，再用正常的声音，觉得自己声音好听很多，就好像一直用这个声音讲话，讲到后面变。嗨，大家好。就觉得说哇，所以才会喜欢扮丑。那扮丑突然就是看到自己的脸，就会觉得哦，自己终于像个人。平常就是要扮丑，有没有？等到真的看到脸的时候，才会觉得说哦，哇，不难看嘛，这样子。
招式精通好，我们撑到54等。各位加油！疯狗的称号从10岁就有了。啊，你是说国栋的吗？我现在真的很少在看 Twitch 的嘞，我连统神也没在看了。现在脱离那边好久，有时候都是看到 FB 有些剪一些精华。什么哦？电竞赛事，就最近的啦。最近不是有那个又在比吗？然后稍微再去看到有些剪辑，就直接看懒人包。现在都好没有空看。如果外人瞪眼里你扮丑比较好看，那更好啊。这样子我开心，他也开心啊。就不要说，结果是把妆卸掉之后说，哎、啊，你怎么长这样？那更难过哎、欸，对不对？那一开始就我讲了嘛，一开始如果你是爱我的丑，那我就为你改变，对不对？啊，如果你一开始觉得丑丑的我比较好的话，我为了你变帅嘛，为了你健身嘛。那可是既然你都已经爱我的内在了，那我干嘛还要在乎我的外表，对不对？然后就胖下去啊，吃多一点，吃胖一点啊，吃丑一点这样子。然后结果在我吃更丑更胖的时候不爱我，说你果然不是真心的爱我，你没有办法接受包容我，对吧？到底是什么情绪勒索？到底是怎样的情人才会这样？你果然不是真的爱我，北蓝，北七，啊靠边，no 跑，妈白目猴子。其实我也对自己的长相很没信心啊。那就好啦，我也是啊。那不代表我们很合，好吗？你今天对自己没信心啊，我也对自己没信心。那我们两个一样是不会很适合，因为我们没办法那个鼓励双方彼此啊。我们是负负得负的人，所以不要强求了。可是观众网友见面后，他们都觉得我的声音跟长相很不搭，像是啊会说话的番茄啊 potato tomato， 我也对自己没信心啊！哇，你太有信心了吧？没有啦。小鱼还好吧，我怕大家都爱我。对啊，啊，红马头，啊，我第一次打那么多只遇到欸。迷晕啊，碎啦！哈哈哈哈哈！被我迷晕了。你看，我在这个药里面下了药了吧？在果实里面下了药。哎，刚刚完全没音效哎、欸，来得及吗？看一下。哦，来不及了。欸，不是啊，我刷到色尾啊，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啊？还是在看，还是跑去看日马了啊？我刷到色尾了，欸 ，Hello， 刷到色尾，有没有人关心一下色尾？
Tomato， 反正我很喜欢吃小番茄，大番茄也是可以的、啊，可是是吃的番茄啦，你就不要指望我吃你之类的。真的没音效？对啊，我刚刚是经过看到闪了一下，我想说，哎、欸，看他怎么没音效啊？我被你打死怎么办？好小声哦，怎么会这样子？完了，他的颜料快没了。再开日嘛？哦。哎，也不用今日闪了吧？反正等一下会打嘛，等一下说会打嘛。完成要打麻了吗？没有啦，课题先解完啊。除非等一下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还好我等一下要上班之类的。如果他也没抢进来，哦，我昏起，跟你讲，就抢进来都是下午还跟得到台，晚上跟得到台的人。没戴耳机也听不到，对啊，已经让观众麻木了，完了。你们耳朵也出问题了，对不对？我已经好久没听到瑟维的声音了、哦。你说我耳朵出问题了，我听不到瑟维的声音了。今天不可以聊聊这样子，不可以笑笑。哎、欸，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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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放40次的暴风雪，而且要命中。小叶早安，太小声了，不是我再大声一点就又崩溃了，你知道吗？我游戏其实很大声的呢。对啊。你看哦。我游戏音效 BGM 5音效是10欸，可是这个我觉得音效要把瑟薇的分开欸，不然它这个音效其实跟雨声那些会融入进去。字的船长水涨船高，船长。然后因为我大姐很喜欢米奇，我想说要不要哪天我们在聚餐的时候我在那边我在那边自玩。他喜欢米老鼠哦，他养了一个那什么棕鬣蜥吗？猎松蜥还蛮可爱的，很乖，趴在人身上就一动都不动。你们想看吗？这个橘色的蜥蜴还蛮好看的，我那时候贴给兰兰看，然后他叫得出名字，哎，应该说叫得出品种，我觉得好屌，真不愧是兰兰。然后有贴给铲铲看，烈绿蜥，绿烈蜥，不是。叫什么松什么西的？来来来，我先截个动一下。你有照片哦、喔，我有拍啊。他原本叫我带上来楼上，我说干嘛带楼上干嘛？然后我就不明白，想说我在地下拍照，不是地下，在地上拍照就好了。哦，来，瑟薇克利亚，这只它身上很硬很刺，可是摸起来很舒服。棕鬣蜥好像是，
就这一只。然后就是现在的手是我，然后腿是我姐的腿。那那时候就是他其实有看镜头，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手在抖，我姐以为是那个我怕他，我说没有，我只要是这种举着东西举大概三四秒的时候手会开始抖。最喜欢他圆扁扁的肚子，对对对，他肚子好扁，而且他肚子旁边的那些刺，他是可以拨的那种，就是你想想看，他就是比较就人家抓头发抓的比较刺而已。然后他就是肚子上面软软的，你可以把它，可以用摸的，就松狮蜥哦，哦是哦，很可爱。啊，你怎么还在？然后他在拍之前，他本来是在歪头看镜头，然后看完之后变这样，就突然。方向看向我姐，就这样子。然后早上我看他在喂昆虫吃，然后就嘴巴微张，然后又舔一下舌头。啊！我其实不会想到说他会想要养这个。因为他女朋友很怕昆虫，然后说哇养这个不是要喂那种小蟑螂什么之类的，他说对，所以那个已经是他最后的让步了，好可爱，他真的很可爱欸，哦、好大声哦，不行，怎么那么大声啊？可以喂蟋蟀比较不可怕，不是，他们说蟋蟀有翅膀就开始发出叽叽叽叽叽的声音，懂吗？就是蟋蟀就是那个啊，音乐家嘛，就列那个啊，音箱帅。就是可能这个，懂了吗？要拨掉 啊不是啊，一直拨也是很烦的啊。我就喂那种特别的小蟑螂。哇！放三次就要回家了哎、欸！啊，那我去打那个好了，打可怜的派拉斯。樱桃蟑螂吗？不是，他说樱桃蟑螂也不行，樱桃蟑螂就比较大，是大概小拇指指甲的大小的一种蟑螂。我这里喂的蟋蟀都不会鸣，应该是母的吧，不然就是把翅膀给剥掉，要不然就是交配期还没到。有一次是不知道哪来的蟋蟀跑到我家里面的浴室，然后我就到处在找那只蟋蟀到底在哪里。有时候明明听是在左边，就靠过去之后换右边的在叫，我想说它速度太快，是我们家其实是有两只在入侵，很困惑欸。想到我同学上次打放蟑螂，哇，好恐怖哦！一定听得到很多女生尖叫声，好爽哦！啊，对，什么对你做坏坏的事情，就把你绑在床上，在你身上倒蟑螂，
吓到死去，有没有？死因惊吓过度。然后案发现场只找到一盒蟑螂，估计是被蟑螂吓死的。最软的蟑螂了，我不知道。那我下去问，然后早上看看是蟑螂，然后他本来不吃，到时候我把我侄女、我外甥女赶到位置上，因为他就靠很近在看他吃。我说回去座位吃，爸爸打人哦，然后才靠回去吃，然后他才开始单口，舌头伸出来那边吃，好玩没激动。欸，我想问个问题，就是地狱梗这个梗到底梗是哪个字啊？有人是一个口再加一个根，那个还、啊、有人是木字旁，就是那个枝芽的梗。因为我一直以来找到的梗都是木字旁的梗，可是有很多人是，我看到很多人是打口部的梗，所以到底是哪个梗？对啊，可是有人是打口字旁的梗，然后那时候我打口字旁的梗找不到那个梗，然后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念，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因为每次是看到那个对岸的那边打，就是打对岸，中国那边打字是打那个口部的梗，我想说应该就是两方用词不一样。因为毕竟梗这个东西嘛，是从嘴巴讲，他们可能是这个意思。那我没有，因为我那天在上字幕嘛，就是有上到地狱列车这个字幕。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在想说，如果上错字的话，是不是又会被纠正？然后那时候就迟迟还没有弄好，弄很。你知道你们全部打梗梗梗，像在发车，你知道吗？梗梗梗梗梗。安安，我都想到以前 Google 都是这样子玩的，很早以前啊。这个梗梗梗，啊，怎么才三个梗？我打了至少十几个梗呢。梗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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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梗。我再回黑糖发车，我会打能能能能能，真的吗？啊，没招了，换一只。嗯，黑糖。要背300，他回收了，告状。他回收什么？你说在我的聊天室吗？黑糖，你回收了什么东西？不行，我现在突然好忙哦，好呛哦。我是不是要点 FB 白痴哦？
黑糖我管不动啊，你要跟红月说啊，红月才管得动黑糖好吗？然后那时候玩光遇他多可爱，然后凶他还是一直这样叫，我说带你去卫龙啊，不要啦，一直这样子，我觉得哇，干画画的大佬，结果私下是这么可爱这么萌的人。就是那种突然看起来很高冷高冷的，然后突然就很怕那种小动物、小蟑螂、小老鼠或是吉娃娃那一种，然后从旁人就很像拿着一杯饮料，然后喝了一口，在那边呆滞的看，然后脑海的画面是好可爱。当时我们有那个啊，有带语音玩啊，就那时候我们每个礼拜之前都会去献祭。可是陆续大家都没有空，还是怎样的，就没有再献祭了。当时一群人一起投胎，那画面真的很可爱。看，就这是蟋蟀啊。然后那时候还跟他们一起看战斗陀螺，从钢铁是战斗陀螺什么东西？然后是突然好像是在一个那时候什么在箱型车里面嘛，就突然被叫去参加比赛，一个老伯伯，然后结果他是不知道什么勾的研发者还是什么，然后就在看一个最后的 ED 是什么，两个人在那边跳一个完全不协调的一个舞步。然后就是在看，一直在笑。我现在只是限一次，撑个几天，撑个几个礼拜，没有再去限而已。我以前限的好勤哦，就想要抽身高，但是放弃了。已经之前从一离开了一阵子，回不去。但如今又回到一，我想啊，知足了，知足了。我在等兔子面具出来啊，等兔子面具复刻，我才要想要把自己喝矮。然后这么高，兔子面具戴起来应该是很不搭。啊，然后请阻止我，拜托，我不想要第一天又毕业的。第一天毕业，当时一天就花了3000多块钱，哦，好痛哦！虽然在那个什么，雀文上面花的钱比光遇还要多，也是一天还要多。我现在挂机的地方有人在弹阿拉丁的主题，真的假的？我要过去听。主题曲是哪一个？请问，过不去，满了。哦，来了来了来了，我要跟他尬声。都没了，干！我顺便挂好了，我发现我没有挂满。我也会弹啊，还会唱欸。
太高了。这一趴是女生唱的。那光应该也要出个卡主题出来。会是这一首吗？还是另外一个？怎么用的？你就吹啊！你有卡组笛吗？它其实你去虾皮找，一个卡组笛不到10块钱，就是看你要不要买其他东西。像我那时候就想要买卡组笛，就看到啊，像这种沙林还是什么的，我就想啊，顺便买。不然才有沙林跟木鱼啊，他的木鱼。哎，我的木鱼。晚餐来了，配台吃。好，台吃晚餐。吹卡祖笛有个诀窍，就是它其实你普通吹，它不像直笛，你吹就有用了。但是你要微微发出一点声音，就像这样，这样子。就是它其实会有点共那个震动，因为它，你看卡祖笛不是一个东西，然后上面一圈东西吗？那一圈东西上面是放一层膜，然后那层膜就是放那个共振的那个共鸣的片，一个塑胶片，然后它就是靠那个塑胶片的震动在发出声音，所以我才会那时候说卡祖笛其实就真的只是人家发声练习用的嘛。然后就说咪咪咪咪咪，然后就是啊，这样子，他就是反正就用的声音应该就可以出来了。然后它有分两边嘛，粗的那边其实比较好发音，细的那边，细的那边就有点吃技巧。然后你它那个那一片东西，它会有个那个应该说它很像瓶盖，它可以转紧，也可以转松。那通常就是要调到一个适当的角度之后，才会有声音。啊，你调太紧的话，它不会有声音，因为你调太紧的话，它会把那个膜给那个弄平了，就没有让它有震动的那种空间。等一下，我那个。啊，反正没差，没有再买就好。反正卡祖笛那么便宜，对吧？你可以无聊玩一，可以买个来玩玩看。然后就只是像有些像刚刚阿拉丁的高音我飙不上去，就是它其实就是等于是帮你发声的东西啊。你有些地方飙不上去，你也会吹不上去。你看，刚的 The Whole New World 那边，这有时候会断断续续，是因为我飙不上去。嗨，阿亮，你去看隔壁台了没？阿帕杯了哦。等这个暴风雪课题完成啊，我们也差不多要开日麻了。对啊，就这样，就是这样子。隔壁好看，对啊，嗯。啊，至少今年看得懂了，不会再被一些聊天室的白目说什么为什么不涂，为什么不碰，为什么不吃了。那、啊、去年之前看的都一塌糊涂。
一大堆那边当台麻在玩的白目。聊天室中风哦，真的呀，我还是开一下看一下好了。阿帕贝，阿帕贝，阿帕贝。走过去就看到鸽子两个字。哎，他们在穿什么衣服？台剧大包有没有？哇靠，那妹子是谁？穿 coser 服的妹子是谁？我没看过。哎、欸，干！我好像知道是谁，白痴哦、喔，原来是他哦、喔。白痴。没有，我没有在看比赛，我在搓昨天说的痘痘，因为他已经变成一颗很大的脓包了，然后是轻轻碰下去会痛，所以我明天要去看医生了。对，这次是去看脸了啊，不是什么听不到声音了，是真的要去看脸了。嗨，可可豆。好车，低肥的肚子好大，白痴。有机会干完主三暗克加宝牌四暗克，硬要转清一色不刚放枪啊，让阿静聊天室集体崩溃。没事啊，谁啊？谁没有四暗克？今天你生日，生日快乐！没有，这就是我为什么也不玩的原因呢，就是我怕聊天室的会崩溃，我怕我下次玩的时候聊天室也崩溃，所以我是为了大家着想，我就没有下去玩。快了快了，如果顺利的话这一轮就结束了，九次，剩九次了。弟妹怎么是素颜登场啊？天哪、啊！教主应该没有在玩动森了吧？没有了，怎么了吗？你要送我什么？你要送我那只新兔兔吗？可是 我真的也想不到我要让谁走了、欸，玩到都有感情了。
你要都要给你啊，我阿米伯。白痴哦！原来是阿靖跟子喵，coser 狂徒之间，对啊，跟我说那个 coser 是谁啊？怎么办？我不想打麻了，我想去看台。没有，难得阿靖在牌桌上。然后太渣又是那个转播还是什么，原来有卡地狗，有啊有啊有啊，卡地狗有哦，加油。我那时候也是想刷金狗狗，刷不到，刷了半小时我就放弃了。我现在关台后，我应该会去等六尾啦。我后来发现这个任务我又没完成，我有点干。哎呦，完成完成完成！我跟你讲哦，我的捕获次数那时候是24，然后没察觉捕获次数是9，然后趁他睡觉是0，所以我那时候抓到趁他睡觉的时候，我一次完成3个，就是捕获次数25，没被察觉10，趁他睡觉1，刚好3个同时完成。然后比较麻烦是打倒次数啦，可能要等大量发生了。阿靖的名字，对啊，所以我才说，反正就是导播是谁，如果是菜渣的话，他牌桌上有阿靖的话，那一场是最好看的。好看在哪里咧？欸，就是这样。阿炳打出了一镜，是他们讲的吗？可恶！干，平台应该可以吧？那我要先说，我完全没有玩过这个牌子。哦，有找阿谦呢。哇，好扯哦！开台不开台，他们看别人的台。等下再去看好了，先关掉。嗯，啊，其实。好了，我们回来了，准备咯。各位准备打开你们的血魂麻将。那个宝牌，你们不要再打了，我好想看，我好想看。起家阿靖，然后咧，宝牌有进白痴哦。我看到了。一直逼我看，一直逼我看，你们好过分哦！然后这边打隔壁台资讯，现在目前是啊可以的啦，毕竟我自己也想看啊。等一下哦，因为其实我现在啊，很重要讲三次，我现在很不喜欢人家用那个 FB 资讯。没有到讨厌，只是不太现在不太想要 FB 讯息，因为我有时候 FB 的讯息关不掉，就是我今天已经已读了，然后我关掉视窗，我重新整理之后，它还是会显示未读取。你
你们有碰过这个状况吧？哎、欸、啊，有时候解决方法就是一直狂点点点点半天之后，它才会消掉。目前我这边解决方法是这样，所以如果有在聊天室啊，我有我 FB 好友的，欸、可能黑糖啊、蓝蓝啊，或者优化，或者有从电脑版比较快，对不对？所以就是我现在都是打开电脑之后，然后才一个一个清掉。然后就想说，可以的话用 DC 或者是 LINE， 有遇过。嗨，阿兵，对吧、啊？所以现在我遇到的状况是这样子、啊，就可能我有时候分页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可能有些分页在弄东西，然后没有关掉，我就要把那个分页打开去，才有办法关掉。你没有我好友，不要哭，不要难过。我还是爱你的，好吗？300块，我还是爱你的。宝牌更狠了，我看就是了，白痴！哎，不行，我应该要去提供那个照片的，可恶！我应该去当幕后，然后帮忙改。拜托，地狱列车怎么可能不会？前排应该也要有我啊！就是那天是我在睡觉，他突然打来，然后没被剪进精华里面。那时候说。他说：“欸，不行。”我说：“哈，你在干嘛？”我说：“在睡觉啊。啊”啊，你现在方便通话吗？我说：“哦，可以啊。”因为我一进去那个菜渣 DC 通话的时候，聊天室每个都打到：“繁星快走，繁星快走，快走，快走，要死人了，快走！”这样子不行，没有双方 FB 就不爱。我刚刚是不是听到300块？对啊，300块，我还是爱你的，300块。你干嘛？怎么这么突然？不行，我刚是掉300块，你反应太可爱了吧？哦，这边是 boss， 好了，我们海狮结束了，对吧？300，阿兵，刚刚看到你在线上，蛮开心的。反正只要看到。就是你们这群小会师们啊，有出现在光遇上面，我都很开心。就是哇，你们回来玩了，可能不是回来玩啊，只是刚好上线看一下办爱。你在解任务，我刚刚也在帮黑糖解任务啊，他需要抱抱，他是刚好听到聊天室有个人需要抱抱的时候，两个同时出现在我面前，两只个同时张手，就那时候点。慢了，点到我的干那个干爹，然后之后才去报阿兵。其实你的账号是螃蟹开的，哭啊！你就说海鲜就好啦，海鲜开的啊！我现在懂了，好吗？谢谢我的宝宝，没事没事，我最爱吃豆腐了。有妹子在我面前张开手，哪一次不拒绝掉？哪一次会拒绝？对不对？好啦，那私下我再。去哪一个任务？下一个野炮鱼啊！这个没被察觉，这个是真的太无聊了。我私下在自己抓，那可能就是开台的时候，剩下它的什么充电光束、冷冻光束拿来解这个。好啦，我们打麻吧，等再存一次档。哪一次不拒绝叫？有啦，小男孩之类的吧。然后正太在我面前张开手，我先想一下对方是谁。嗯，阿兵的话啊，好吧，抱一下，抱一下。都是番茄在我面前张开手的话，就说转过去，背对着我。伸懒腰，不是去看台吗？我们打到4点好不好？打到4点一起去看台。我可以边看边玩啊，身为滴滴，对不对？我们该要有滴滴，该有这样。你直接跟我讲说你在开我的账号就去，我就直接关台了。没有，我们今天已经刷到一个胆了，至少要打一场。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
我那时候看到你换的这只，我其实有吓一跳。他说：“哇，怎么是你？你怎么撩开了你的裙子在等着我？”自摸累积32000，完了，你不准进来。89939，3秒，四，哦，5秒，好，好了，我们打到4点哦。如果是3点59分结束的话，那一样还是会在一局哦。反正就是打到4点后，救命，黑画面。好，等一下，哎，看我是用讲的哦。哇，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我竟然是用讲的，你们进来玩了，我的天哪，我很抱歉。我想说奇怪，我已经3秒了，怎么没有人进来？你昨天跑去报先组，没人在。哦，对，也可以报先组。不对啊，我昨天有看到你出现呢，那时候好像看到你在点灯，我就没有吵你了。就馒头阿嬷，对啊，我想说怎么昨天好像有几个路人在抢着抱阿嬷，馒头阿嬷。我那时候就教黑糖跟阿兵他们在玩这个的时候，然后就是打打打，我就突然合了，然后黑糖就说：“哎，等一下。”太快了，我说没有，就真的就是玩排列组合的，你就看你怎么搭怎么组合，然后组一组你就自然会合牌了。然后那时候黑糖就等一下，太快了太快了。我说什么东西太快了？哈哈，他的反应就真的超可爱的。等一下，太快了。梦沙小不要梦什么梦哦梦啊梦哦那时候解完了 可爱蜜糖，你都叫他蜜糖哦。可以当杠精的吗？我也想当杠精啊。像昨天一样，你说四杠吗？那个谁，米娅吗？哦不，我现在右下角这边突然被四个艾尔登法环给洗屏，洗到这么高，这一块。杠！帮你们打110啊！小鱼我来了，小鱼我来了，我要来杀人了！昨天其实可以听牌的。耶耶！昨天其实可以听牌的，为了看我上家崩溃啊！哦，我觉得有时候玩游戏心态这样，我就觉得玩得很开心啊。可是有时候就是有人不喜欢这样的做法。我想说，干，如果敢杠出10000的话，我会很气哦。嗯。啊，除非是自己人在玩啊，那种很熟的玩，这样还要行。那跟别人这样子玩，玩到会翻脸呢。
对啊，这样就很坏啊。但谁不爱呢？对不对？这么皮。所以我刚刚很抱歉，我你们竟然是用拼音的那边输入密码。我想说奇怪，聊天室也没有说什么挖沟，然后等到你们进来的时候黑画面什么的，我的天哪！你们竟然是用拼音的方法在输入，哇，好对不起你们哦。现在是抢房妹，对啊。哎呀，来吹个乐器。嗯，还是来打流局满贯啊？你说打就打。嗯，正在打开游戏，开啊！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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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李姐呀！哎、欸，对，我那天用卡主题是哦人鱼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剪吧，我明天再剪好了。嗯，卡主题之歌。求道士。怎么办？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我忘记了欸，我忘了什么东西，想一下喔。让我带你们去一个生命之都。你知道刚刚你说有人在弹阿拉丁的歌的时候，我也是这个。让我带你们去一个生命之都，那里充满什么迷幻色彩。这首歌。从偏方夜塔，在这沙漠之都。特务 P 的歌哪一个啊？没有啊，是那个阿拉丁啊。吹干嘴巴又麻了。
特务 P 的歌是什么歌啊？领星的歌。可以吹珍珠美人鱼的歌吗？给钱啊。没有啦，我其实昨天想吹啊，可是找不到哪一首，因为珍珠美人鱼可以用弹的啊。嘟比嘟比嘟啊，是哪一首啊？其实《飞哥与小佛》已经不是我的童年的卡通了欸，我已经出社会了，他才有《飞哥与小佛》。我知道，苏芬苏斯，欸，我谢尔奇耶。哦，吹到我的卡土机都热了，欸，都是我吹出来的热气。反正比较偏萨克斯风的才能用卡祖笛，对的。所以就觉得吹柯南歌比较适合啊，对不对？吹出来有一种米老鼠唱歌感的，有吗？然后把这转松一点，是杠宝牌。我刚不是有，你看这是转很松的时候的声音，就整个松垮垮。好，就这个，哎哒哒。赞，又没宝牌，又没宝牌。那个杠太六六安安，哎，你家九九嘞在哪里？你家九九，远峰安安，敢不敢？我不敢，我不敢。三四五六。Ow! 欸，好像这个比较好欸。最近用足球这种打牌运气都好，他不要用了啊。干嘛用它？对不对？哎，不是哎，算了啦，算了啦，给他去啦，给他去啦。很像哎，不是，就是，
其实卡祖笛就是也是跟那个萨克斯风一样，它是其实有个它的吹口的地方有一个木片，它是靠那个共振，它是靠那个在震动在吹的。Hello， 怎么了？再开台？啊，再拔掉，没关系，你说啊，怎么了？在赌博。你上次已经问过了。对，我说怪兽对打机耶，我说对啊，菜渣给的，而且一模一样哦。你这哪来的？因为刚我弟，刚是我弟。哎，我好恨哦，楠楠，阿发。发发，哇靠！我是不是啊？系统叫你国，对，怎么办？Come to me。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江村路。哦，这首好好听哦。凡凡 ，Hello Hello。哎呦。哎呦，我先换一下，小鱼你到时候再换回来哦，你乖。白板，好久没看到白板了，好久没看到白板了哦，白板还在吗？谢谢繁星，不会不会，你是谢谢我喂你是不是？去你的。可是我刚刚也没有摸到红棕欸。今天结了白板你要看吗？不了，好吗？不用了。不是啊，你啊，不要你那么好抢，可恶！
我发现刚刚吹的声音听不到，哎，是我太低吗？好，抬头挺胸的吹。嘟嘟嘟嘟嘟嘟嘟，三三。吃火锅吃到睡着，全新体验。然后嘞，你的脸有下去吗？还是你的手有下去？有没有说你哎，星星尝熟了，就发现是你的小拇指肿起来了？哎，你的星星尝可以吃咯。然后你就看了一下拉链，拉开。啊。欸、不是欸，有两家在做梦是不是啊？啊，有两家在做梦吗？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欸、不可能啊，难打掉，难打掉，啊也没难了、啊。我好怕哦！我好怕！哦！这个世界好恐怖哦！我还是回到阿尔宙斯好了。欺负鲤鱼王，他们还不会挣扎。阿瑟有 super game 刚刚听什么、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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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教主安安，太支援安安。
断幺九，断你妈啦，断！对不起。摸不进来啊！还有什么？四，四不在 S。六，二打光了嘛？三也不在啊。美梦欸，摸不到，干！我等下出去看，一定都在别人手上，好不好？梦沙小。好后悔哦！我想想，应该也是呢，应该还是，这就是到流流到河底了。你看啊，这边也有三张啊，然后这边两张啊。你在柴田那里梦想啊？三人马妹，没办法、啊，干嘛是要逼我开三人马？是不是？他是火鼠，他会喂你。呀塞啦！啊，我就没有。哦、啊，就摸不进来另外的绿绿的啊啊，那两个桶，那二桶我已经放过一轮了呢。你上家想九连啊，没办法、啊，你刚刚也叫我断腰，那边该。我觉得他是故意喂我，有没有？故意喂下去。啊，先来挑逗一下，看会不会咬鹅啊？有了绿色就没了，这样。要加入我们？我不要，你就只会绑架人，你是兔窝绑匪啊！你帮我剪片，我就加入。好不好？总要有梦想嘛。我的梦想是有人帮我剪片。不加拉提，你现在更小。我哪会绑架？那请问上次一个多小时是怎么回事？然后还把一些兔窝的人绑一说说你是绑架犯吗？还是谁？是怎么回事？你讲嘛，我听你解释啊！你说，来，我还你个清白。来，解释不清楚，请用超级留言好吗？你知道提告或是一些总要有一些律师费的啊，申诉败的那一方不是要付一些申诉的费用吗？请问你要出多少？你要出多少？什么绑架？没有，我那一次有一次在晚上看那个在剪片，还在弄东西的时候，不然就是啊，想说上线弄一下那个雀魂的角色，看了一下。啊，结果嘞，结果没注意多说什么是打男那个什么四人男还是什么鬼东西的。结果四番符，你要有四番以上才能合牌，又一打打一打打了一个多小时还没结束。对，就是四番符绑架事件。然后这道波明侦探那个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四番符绑架杀人事件。要有四番你才能合牌，
让你今天的牌，你的牌型真的很好看，很好看的。啊，结果嘞，你就是立不了，吧？你就是没办法合牌。其实刚才讲翻符、翻符、翻符啊！你刚刚广告没听到？你听到哪边？我说那个啊，那个翻这样子好了，来，看一下哦。自翻符绑架杀人事件哦，剪片之后哦，没有，我准备好像要剪片还是弄东西的时候，突然收到那个雀魂有个邀请，然后那时候好像是按拒绝还是什么，就傻傻的按下去了，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讲什么，就已经按好准备了，就下真完全真的是下意识哦，我完全是没有知觉，然后按了下去之后，我想说、啊、靠腰，为什么开始游戏了，然后就去问了，哎、欸、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就玩玩一场什么之类的，玩玩而已。哦，一场应该还快。又发现不对，我合不了牌。然后一问之下，啊，自翻符。不是啊，而且那时候你们是说四人满了，就你邀到我哈，你不小心邀到我，你可以把我踢了，对不对？顶多我该你一下。你要你，哎、欸，我该你，你也可以跟我讲说，哎、欸，教主是四翻符，哎，你打不了啦。啊，你打不起啊！你这个哥，你可以这样跟我说，我就可以原谅你，对不对？对，我确实是打不起，好不好？我玩不起这游戏啊！我玩不起这游戏啊！你也不让我走啊，兄弟啊！你不敢踢我，哇塞，怎么可能？总比你绑我绑的死死的好吧？啊，像你昨天那边讲一堆543，结果嘞，结果男朋友说男朋友出去看不到，啊，结果嘞，结果还是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啊，结果嘞，哈哈，结果嘞，结果嘞，理解。四番符是什么？你要有四番才能合牌。懂吗？就是你看，断腰一番，然后一气贯通，如果没漏的话，就是两番嘛，加起来三番，然后要想办法再凑一番，那可能一排发吧，还是什么的，懂吗？你就是加起来的意要有四分以上。对，不包含宝牌，这是最靠腰的。我那时候他们杠了我加起来总共有六张宝牌，结果一直讲说没办法合哦，你没办法合哦，你没办法合哦。对，他就邀我去玩那个四番，然后那时候想说应该很快，因为那时候是把影片啊，对，我影片那时候按个暂停，然后就在等，就慢慢打，就打发，就才发现不对。然后也没有想到说按右上角的投票离开，就这样子傻傻跟他玩到了一个多小时哦，我整整一个多小时，我的片都可以快剪完了啊，他花了我一个多小时在那边 QAQ 碰刷到金狗狗了。哎、欸、你其实刷很快呢，恭喜你。要让他进化吗？我觉得不要了耶，他进化还是黑的，很欸、他的毛变黑色的，很丑欸。哇，大三元是没了。哆啦咪。麻婆豆腐。
咪。哦，干，信真的结婚了，哇，你真的抢进来了。我在想说，要该你好了，你搞不好抢得进来。我怎么觉得今天是干爹场啊？你们在干嘛、啊？好会抢哦！都不愧是在通话里面说，哎、欸，三二一，离开这样子吗？是吗？你们是这样子吗？都在通话，准备喽，三二一，离开，离开，离开了，这样子。我不想让它进化，不要，千万不要，金狗狗就够了，不要让它进化，进不去，进，辛苦你了，没事，这群都是神经病，这群都是神经病。他们一定在 DC 想说啊，三二一，离开了，好吧，离开了，我要离开了，三二一，这样子，场外打完马上进来，也、欸、很屌哎、欸，我刚刚看到。是谁的网路信？是不是你？又是你，又是你，又是你。好啦，信可能是要让我们看他们的腿推。你看这边有几双腿啊？没了。对，有八双，八双十六只腿、欸。我想什么？想腿想疯了啊！那我也去 DC 蹲，没有了，最后一场了啦。除非这一场在四点前直接飞了一个人，好吗？天河同时出现两个天河，飞了一个人才有办法，好吗？啊，失败しちゃったかも。这边有腿，我的腿还会动。辛苦了，不会啦，等一下去菜渣那边看日嘛。然后等一下光玉，等一下光玉有人要揪团吗？因为啊，最近跑图还是有稍微可以跑满啦，就是至少加倍结束，是觉得有点小累，大概就是挂火，然后去吃个馒头就满了。就用光加倍了，看一下哦、喔，就是可能正导跑一次，然后就挂几点挂一下，然后馒头吃一次，就这样子。哇，你敢喝它、欸？天哪、啊！请问你在这个游戏上花多少啦，嘎嘎小朋友？嘎小妹，嘎小妹妹，七，我最近都没在跑图纸拿任务。对啊，可是那个啊。那个什么，樱花的那个要出来了啊！我在等樱花的头啊，买爆！樱花的双马尾太香了，等一下我音乐没有了。你杠杠杠啊！你在杠。那同分了啦哈，白板呢？你也可以变成我的复制人，我可以变成你的人啊！我想要樱花的头，然后配那个半爱的那个蝴蝶结，哇，一定很可爱。因为我看到木木有用啊，不是樱花头真的是好看呢、欸，跟双麻花一样，就是好看的形状。对啊，那、啊、还好，光遇唯一的软弹系统就在抽身高而已，其他没有了。
这游戏真的会让我想氪金。我也是樱花头加半爱头饰啊，半我去看。阿小，你什么东西？你什么东西？光遇四点刷新了，然后嘞，我看一下哦、喔。但海鲜把我装扮改了哦。嘎嘎给的很好，贱嘎嘎。刚多少？25000吗？嘎嘎一发给他，嘎嘎给他。我猜现在是装扮是秃头，何以见得？哇靠！我的天哪！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手放した景色は二度と戻ってこない。旅はそういうものさ。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ならば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不会在你这吧？我刚刚那场人都在做梦。哪一场？啊、原来在你那、啊，原来在你那、啊，什么东西？早知道刚碰碰走了。你好恶心哦！各位加油！怎么了？我是为他们加油，来送梦哦。我要起飞了吗？那如果我没飞，你要不要给我钱？看起来他们想把我打飞，对吧？家有打飞吗？我不知道哎、欸，可能我飞了他们也说不定。哎、欸，谁敲我？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我干，我干嘞！他们说给我。他们说我给的很恶，我很恶，还是他们只是单纯说你很恶，不好意思说什么东西，对吧？他们可能只是说嘎嘎很恶心，嘎
嘎嘎你很噁啊，可能只是不好意思把一些东西加进去。对，有道理吧？他们可能只是说嘎嘎很恶心。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说不该杠的吗？我想打掉这一张啊，一都没了。你看，我怎么了？我要气死你们！对耶，我怎么了？不是啊，刚泡芙敲我要我看东西啦，然后我就说等一下我晚点回你，等我关台后回他。泡芙，你看他们开始内斗了。开始内斗互咬了。死了死了死了！我真的飞了，太扯了！我干你娘我庄家呢，白痴！这样说不对啊，怎么会死啊？我庄家，老婆赔钱。まさか1位を取れてしまうなんて、今日もみんなと思う存分。好惨，超惨的啊！好啦，感谢各位啦，晚点开的几率就不高啦，可以去看台了。对，我好好奇哦，隔壁怎么了。好啦，就这样，感谢各位啦。活动看一下哦，小鱼打完了，谢谢小鱼，加油小鱼。大家拜拜拜拜拜拜。